日前新北市立光复高中特教组体育组共同合作，由特助老师和体育老师一同协助轮椅生参加大队接力。据了解，班上同学导师皆同意，甚至校长吴宗明也非常支持。老师的多次练习与同学的鼓励，也让男孩燃起斗志，全力冲向终点。This answer to say I know, right? I want to cry. That's awesome. What was your favorite part? I don't know, everything. Everything? Yeah, everything. Yeah. Pretty cool. Yeah.Hello!
功。耶！很好。我们特别从台北来，让众向往已久的鹿野高台来跟翱翔飞行伞拜访。那我们呢，都想要圆一生的梦想，因为我们的伙伴里面有眼睛看不到的视障朋友，还有像我这样都用拐杖轮椅才能走路的肢体障碍朋友。那我们好向往哦，这一生能够像小鸟一样有这个机会在天空翱翔。那我们很久就知道翱翔飞行伞会有帮助身心障碍朋友的经验，我们运气太好了，今天天气很好，没有下雨又有风，那很感激哦翱翔飞行伞的教练，他们很辛苦的一前一后帮我们抱起来，代替我们跑步，渐渐的升空，让我们都完成了飞行的梦想。所有的伙伴都说，哇，难以想象耶。这个活动我跟我朋友是一起过来的，我们大概参加了今年第四年啊，我朋友他们参加了六七年了啊，就从第一次跟他出来就那份感动，我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想跟我的朋友这样出来跟妈祖就是利用礼拜天而已出来走一段这样子。你们这样这么好，总共有几台呀？今天过来是五个人啊，我们不一定啊，大家有空的就出来。以前没有接触到这一块，只是都到带他白沙屯那边拜拜而已，就是我朋友带我一起出来走过以后那种感动，一直维持着。我每年都想一跟我朋友这样出来走。那你们这样这么辛苦，这
在这个过程有遇到什么样比较困难的？也不会，没什么辛苦啦。我就是礼拜天我们早上出门嘛，啊，看他落脚在哪里，啊，我就大概利用这个礼拜天陪他走一段，啊，哎呀，然后晚上就回家，因为还是要工作。便利倒是还有，因为现在我这轮椅配上车头，我们自己都有能力从车上这样搬下来，我们都一个家庭各自开着车子，带着行动辅具这样出来，这样子啊。所以道路来说还算是友善呀。道路还算友善，还不错，哎呀，哎呀，哎呀，啊。至于说跟为什么会持续这样一年，已经今年第四年了，跟着马祖国这样子走，我真的说不上来，就是心里面有一种我要做感动的一种尴尬的。受伤会有，第一年会有，对，我们有遇到医疗团会追着我跑，我跟你有没有好了？加油加油！那我们继续往前。加油加油！下次见！加油加油！谢谢。我妈妈开刀，然后照顾妈妈，嘿呀嘿呀，然后就整个很平顺，然后我就跟着走，对对对，然后妈祖婆很硬很灵验，对，那就跟着我们一起，然后很照顾妈妈的身体，然后我有答应说，妈妈如果身体健康，我们就一直持续走下去，对对对对对。妈妈那时候是有什么状况？脊椎，对，脊椎不舒服，对啊，要开刀。那现在只是第一。第五年了，我走七年了。妈妈是第二年开刀，对啊对啊，对，第二年开刀，对对对对对对，只要可以的情形下，我们就跟着走，对啊，然后就是发掘员吗？还是也会真的走？我们就我们有捐赠，我们都跟捐赠，对。那这样不会比较不方便吗？就自己要克服啊，对啊，就我们自己要克服。你通常都走哪一段呢？我都走全程。中程。我们走全程。走全程。对啊，从白沙屯下来。北港，然后从北港再回白沙屯，然后再回麦寮。觉得妈祖帮助我很多勇气，勇气啊，对，让我靠自己去工作，对啊，然后我就是一直想要一直跟着白沙屯妈祖。是有他心情的心情。对，有。是那时候是什么状况？对，父母亲过世的时候。啊。对。自己比较丧气。对对，那朋友就介绍我去白沙屯妈祖。对。你记得你那时候去有跟白沙屯妈祖有聊什么吗？没有，我只是跟他讲说，希望妈祖给我勇气跟信心，走出人群。嗯，对。所以现在算是蛮 OK 的，蛮 OK 的，对，敢面对人群，对。也就算加入这个协会，认识很多人。对，认识这个协会真的是认识很多人。你也是走去程吗？来回。你走来回，所以你待会还是会再跟着。对啊，这样子去。对。你也是用双手？没有，我们我有辅助器。哦，你有辅助器。对。但他刚好是用双手。对。也是蛮佩服。对，我就是认识他，然后看到他用双手推，然后就跟他。有给你激励到。对。受伤会有，第一年会有。对。因为，对啊，因为第一年都不会，都不知道，对啊，然后第二年就慢慢推，慢慢有摸索，对啊，然后就会去，对，我们有遇到医疗团。会追着我跑，我跟你有没有好了？医疗团已经知道了。对，我去找医疗团，然后医疗团隔天会问我，会追着我，我跟你有没有好一点？都会追着我，所以对我们都很照顾。过